你知道吗？吃就是汤，而且还是汤 plus。啊，迄块碗就不哩啊大尔，啊，恁看迄水啦，根本就是要洗车用的。啊，唔对，恁做嘛爱素沙呢？才吃得到吧？无你恁看卖嘛 ，It's good drink。我叫金秋，今年40岁，其实一度也袂歹，啊，不过有一款代志，唉，一碗饭那是淡水，迄就叫做混饭。若是讲迄水若搁较济，就叫做糜；啊，过来迄水若是济到要夭寿，就叫做汤。无毋对，恁祖妈食的就是汤，而且搁是汤 plus。讲着我迄个卤菜吼，毋知是啥物意思。感觉伊吼加伫罐头内底的水吼，真正是准啥物款饮食。啊，你袂当以为我家己身躯顶有游泳圈，你就安尼啊？啊，大家拢摕迄种物件来发号歌。无讲就无生气，啊，愈讲就堵人到要死。啊，迄块碗就不哩啊大尔，啊，恁看迄水啦，根本就是要洗车用的。啊，我知影伊是为我好啦，啊，不过你真少想看卖啊。啊，你若是爱我一工啉遮尔啊济水，你来当开10盖罐头啊，啊，一工就是开10盖罐头，啊，淋10盖水。好，我看伊迄拉手吼，哪拉就哪笑，迄表情实在够有神。无你啉看卖嘛 ，It's good drink。看到希望我就会欢喜。啊，搁有啦，上机车的是，啊，恁做卖已经食到足突然啦。伊搁摕手机啊吼，在边啊一直翕。阿妈讲，哦，你好棒哦，啊，我棒你去死啦。啊，煞毋知影讲，我就想要食内底吧。啊，恁看这影片，我是快转呢。啊，你看迄水，啊，毋对，恁做卖素沙呢？才吃得到吧？啊，叫我啉汤，啊，无给我一支汤匙啊！啊，真无简单，规碗给我倾到打去啊！啊，你看，啊，早就饱到醉啊！啊，膀胱嘛爆炸啦！其实认真讲起来，阮真正是有较无爱啉水。若是无爱啉水，阮就会破病，而且毋若是腰子，身躯其他的所在嘛会出问题。所以若是讲到这，其实都要感谢老在。而且阮若是破病，一般来讲，咱的个性是较捌代志，较成熟。无像阮靠老在吼，若一点仔乌青吼，就规工咧靠病。啊，就是阮吼捌代志所在，就是若是阮破病啦，啊，就是一直忍耐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有当时若是互恁看会出来，阮去破病，人袂爽快啊，啊，就是讲可能较严重啊啦。安尼讲起来，罗仔嘛是用心良苦啦，吼，嘛真正加感恩啦，吼。啊，不过这位施主，水会当加较少的袂？啊，是讲你一天开10个罐头啊，安尼我就啉足侪水，食足侪罐罐啊。安尼毋是双赢吗？啊，搁有，我真正足爱你的，谢谢。